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登奇尔 SPA 集团的南加区域经理莎琳做客北美中天。莎琳你好。各位中天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莎琳。莎琳娜，我知道这个我们登奇尔集团已经这个营运了30多年了哈，那在30多年里面帮助了千万的女性实现了她们对美的梦想。那我今天特别想跟您聊一聊，就是说现在人特别喜欢打造这个精致的生活，那我们登奇尔 SPA 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消费者达到这个梦想的呢？其实我们登奇 SPA 的这个企业经营里面，就是希望用 SPA 分享爱。那我们的这个良性利润的根基呢，是希望能够照样呵护女人的黄金岁月啊，希望她们在就是身体的年龄好，或是身材的年龄以及肌肤上的年龄，都能在维持一个最佳的状态，这是我们想要诉求的。给、okay. 对，就是提供一个更精致，然后打造一个更顶级的一个环境，让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女性能够达到一个身心灵的放松。OK， 那。我们知道现在市面上有不同的这种 facial 啊，或者是这种美容院，那我们登奇尔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特别的方法，或者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特别的理念，来和这个市场上其他的这些商家会有不同呢？好的，其实呢，在登奇尔所有的芳疗师都是经过非常非常严格的专业训练、教育训练，我们给了他大量大量的这个有关所有身体上、疗程上的一些专业理念、专业经验。然后呢，就是我们其实已经通过了，在30年以来，我们已经实际操作了超过上百万次的这个疗程体验啊。然后呢，就是我们比一般的，我们更多的是一份关怀跟呵护，然后希望可以带给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女性观众所有的女性朋友，她们不只是在身体上的。一些症状能够改善，更多的是希望可以让他们达到一个身心灵完全放松。对，希望他们来到登奇尔的时候呢，可以完完全全的把时间好，把自己交给我们，然后让我们来帮他达到这个舒压的效果啊。我听说这个我们现在一直在这个 Arcadia 都有店哈，那我听说现在又在尔湾新开了一家旗舰店，能和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这家旗舰店的特色吗？好的，其实在登奇尔 SPA 在2000年的时候，就在 Arcadia 在洛杉矶这里已经服务了超过上万名的这个女性朋友。那就是在Arcadia 的店比较属于是一个侍女馆，我们服务女性朋友，然后呢比较属于精致典雅。那多年以来，其实我们听到许多许多在呈现的这个女性观众他们的诉求，所以筹备了2年的时间，那终于在今年这个2018年，等于是登奇尔集团一个大事，就是今年是我们的30周年的同时呢，也在尔湾这里成立一个全北美最大的旗舰馆。那有别于 Arcadia 的这个侍女馆的不同呢，是我们针对尔湾地区的这个族群啊，一些新生代，一些 young couple， 特别针对了增加了许多不同的这个设备。比方说我们有多功能的教室，以后会提供一些不定期提供一些，比方说轻型的运动啊、瑜伽啊等等的，然后还特别增设了这个双人房，可以让你的这个夫妻、爱侣，或者是说姐妹、闺蜜，或是甚至是母女，可以在完全一个私人的空间来做这个享受跟放松。那看来这个从洛杉矶县一直到城县，我们所有的民众都可以享受到登奇尔的服务了。那观众机前的朋友呢，如果您想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，欢迎您致电登奇尔 SPA 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。感谢您今天的收看，再见。